现在是突发状况，然后因为在管理家已经解释，然后这次我们买了书，它已经演到七七八八，所以我们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搬去隔壁的桌子先。我要这个厨也搬，我不要等下很多搭配不应。还要怎么搬？要怎么搬？中间都淹了，有没有一点像我大哥的那种感觉？我明天快点搬，很臭。来，一个一个东西搬先去。你给我拿这玩意儿。放哪里？放哪里？冰箱也是重。外面是已经满到歪的，已经是满进来的那一种，这里都是水。这是我们家第一次这样子，之前都没有这样严重过。然后。我的东西，屋里肮脏啊，妈的！妈咪傻掉。你刚讲，我们知道十多年从来没有这样的。是喽。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个世界变了。这世界变了。厨，我的厨。我的淘宝厨。哇，这样亏的，现在。Oh no! 不要！那个。对，他不能站，他太轻了。我要搬去哪里？搬去外面。好像我们家有很多个男生。我现在踩这个水，我觉得很恶心，就是大便水。Oh no！ 还有东西？这里是 Jasmine 之前的房间，你们能想象到啊，淹水的时候它是里面是淹过的吗？我们房间也是要淹的。水到啊！好彩你没有在这里啊 ，Jasmine。来，什么感想？整个家都是大便味，一定秘厨里面呢，会重吗？哦，那是我肯定接受不了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这个是我啦，我一定要卖掉这间家，我再新买一间家。现在我们的房间就是。这样子啦，因为那个旁边有缝，然后它会进。我现在觉得哦，宝宝小便的纸哦都没有这样脏。然后我们这里其实已经是淹了一点点，只是一点点，因为毕竟外面现在是淹到很沟里嘛，所以我这里一定是会重一点点的。看我们的花盆都会游泳了，你看那个梦，那个烧水的都已经飘着了。宝贝，你不可以下来，知道吗？现在这里是臭臭的地方，你不可以下来，懂不懂？你干净，你不可以下来，知道吗 ？OK， 妈咪等下弄好了，讲你可以下来才可以下来啊。然后还有我们的宝贝，要收一下。还没有淹过来吗？可是哦，嗯，那边哦，啊是，去看一下。我现在就是客厅，如果进水了吗？真的进到了我们这里啊，我们先种，因为我们是抵过客厅。对。到时候这个床也可能是不要，然后包括桌子，刚买了一下厨，不可以，绝对不会让这事情发生。来，快点来，快点，我冷静不了，给我那个幽冥蒜来。好彩我们还有这个水，妈咪要煮饭也不能煮了，后面已经淹了。怎样？家里淹水什么感觉？一点都不好，没有像玩的感觉。没有，除非它干净啊，身体是肮脏啊。大便水那种。不能接受哦，这是我的家。我就要换一个新的家，肯定要换新的，整间家咯，整间要换新的，不能买二手的。那个桌子清空，搬着放在床。爸爸，你顾床啊 ，OK， 给你。OK， 我们这里的桌子它旁边也是渗水，我放一个低速在这边挡着，已经湿了完了，你看。然后它就是这个放厨了、放衣服的桌子，旁边有一个桌子，现在已经把它全部放在床上面了，太多东西了。要哭啊！爸爸要哭了。其实我们客厅啊是会进水进来的，只是爸爸一直在扫吧。爸爸没有在扫的话，客厅也是湿，也是重。宝贝，你剩下一点点位置罢了哦，不可以下来哦。你要大便要小便，你要忍哦，知道吗？不可以啊。现在我们家的现状就是这样。
四道碗，这里四道碗，这厨里面的东西一定也是完蛋了，后面也是四道碗，现在踩下去就是碗，够深呢，然后这边全部满到碗，冰箱出全部。这个哪天了？刚才一开始厕所啊淹的时候，它动到一点啊，它快点去洗干净洗干净，现在还能踩下去。因为已经肮脏了吗？现在我洗啊，我踩这边全部都是肮脏好吗？如果你讲只是我的脚肮脏，我就一定要洗。我们这里淹到这样了，要不要去拍一下车？你要去到外面了，我不想去外面了，外面更深。跟我去咯，反正我那去吧。哇，下大雨啊，然后那个是我们的车已经淹到很沟里了，你看这里的人都是这样淹水哦。然后这个是他爸爸的车，全部淹到一半了，不懂会不会撞到那个 engine 呢？哇，那个是什么 bomba 还是什么，一闪一闪的。哇，这个人天灾哦，水灾哦，你在做什么？里面那一个直接吃完吧，还没有剩多少。我还做梦，拿冰淇淋给你吃呢，我先吃一口先。外面已经够冷，我还吃冷。OK， 现在淹水最享受的人就是他。宝贝，走，下不要下来，下来。明白没有？叫你不要下来，你又下来。所以只能被围在后面喽。这里你来，拜拜。现在我不能打汗了，我们有一点时间，所以就叫董强抹一下房间先。能哪里给他干净就哪里给他干净，你说对不对？啊？讲对。对。没有。啊！抽筋了，抽筋了。新版 Nike， 差啦 ，design 呢？这个是 manager。你因为你，哎呦，被打脸了，因为你了。哎、你这不能打汗这种肮脏东西呀！你还给我跑下来。还有你。哇、哦！生气的样子特别可爱。哎呦，蒋姐，你弄我多少次生气？700万次。第一次是什么？什么？第一次是你把那个你踩过的地方，你又把干净的东西放在你踩的地方。哦，那个本来就放地上了吗？可是问题是你踩过那个地方就有大便水吗？雨水、大便水在。大便水都是大便水。你的那个水是从地上的，你又不是从上面的，你又不是踩上面，你踩地上，地上都是大便水。第二次嘞？妈的。嗯，第三次，爸爸，你骂他，然后你自己堵了，不是那一个最生气的一次。哦，那个太空鞋。嗯。手还正常啦，黏黏哦，看一下自己的鞋，哪里知道动一下，喂！所以你知道我是被气哭了吗？你懂三秒法则吗？就是在我。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，我已经忍了你很久了，我已经气你一次又一次了，然后最后一次我不能忍了，我哭了。这个人竟然要考一辈子。你开心我不开心？应该给你录起来。那个眼泪子还没丢啊。来来，宝贝来找你。你没有下来就没有事情，你知道没有？你知道没有？恭喜孤儿院。笑。哎。没有孤儿院，不要生孤儿院。坏爸爸。坏爸爸。Kiss。Kiss 爸爸。这爸爸姐姐每次都不要 kiss。这造型不错啊。那意思？我现在觉得。我可能讲我要去冲凉，可是厕所满起来。外面冲啊！你不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。我来看一下外面，外面根本就没有下，那个水根本就没有下，还是一样很多，而且现在还有一点点雨，所以不知道我们几时才能逃。宝宝几时才能睡觉？我们几时才能干干净净的？
我不能大汉现在这样子哦，你讲出去玩就算了啊，这个没有出去玩还这样子。 I cannot accept cannot accept、嗯、因为我们已经不要出去了，我的脚已经干净了，所以就叫弟弟帮我拿。这样我就不用踩到外面，我像中 COVID 这样，我在隔离。这个饭有没有塞鼻？什么？真的隔离啊，我不要出去。谢谢你。来，我在我要关门。我这看有没有塞币、啊、整条塞塞。哎，这不是塞，就是来冲。嗯，棒。嗯，可能一整天没有吃，所以我觉得它很好吃。慢慢的一样喝。疯了吗？走开。现在是晚上十点半，然后呢，妈咪就听朋友讲，那个雨是会到明天，所以哦，就是今天做不了了，要等明天，要等第二天，所以他们就把冰箱先充电，先插电，不然冰箱里面的东西全部会坏到完。然后呢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出不了，我出去了。OK， 现在外面还是好像还在下雨嘛？咦？对，还在下雨。OK， 因为外面又在下雨的关系哦，我这里有一个洞，原本它是已经干了，可是因为又在下雨，所以它又来了。当然也到这里。没有办法，你遇到的女朋友是这样子的，不可以弄肮脏。水呢？他进来就要这样子。水耶，水耶，水耶。可以啦，我们应该不能不出去，我们就不出去了。我的那个厨坏掉了，是不是那个厨坏掉了？有重一点，它坏了我就不要了。米哈就应该跟楼上那个一起放，这样它就不会坏。没有坏啦。OK， 到时卖掉。你破了脚就要放进来了啊！哦，在水。哦，脚是四。哈、哦，你踩到地上了哈、哦。没有，厕所来了。你刚才那个纸已经透出来一点了。没有。有。好香哦，我们两个坐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么屁股一直很像冰冰凉凉的，结果。水到完，里面也是哦。嗯呐，水到完。两个，两个还坐在这里做僵尸，你看你屁股，屁股毛的完，现在整个镜头都是你的屁股。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的厨后面也有水，所以你要跟你的 IKEA 厨讲拜拜。我老不要耶、欸！讲拜拜，你才用它没有多久啊，一个月好像都还没有。你们看。墙壁也渗水进来，然后重点是这里也漏水。我们真的是四面八方都是水到完了、哦。哎呦！不用睡觉了。不用睡觉了。我们干脆去外面淋雨啦。现在是半夜十二点，然后这个水又再进来了。哎，没有满啊，这样为什么会进来？我们最严重的地方就是这个洞，它进水真的是很快，用滴漱是很好，但是很费滴漱，所以现在用报纸，但是报纸没有这么好吸，所以还一直在流。我问你啊，如果它一直在下雨，然后外面一直淹水，我们是不是不用睡觉？对啊，本来就不用睡啊，等下你睡到一半，然后你旁边都是水倒完、哦、然后那个滴浪全部吸水。其实最严重的还是这个东西吧，其他的没有这么贵。错，我不能接受。如果它被淹湿了怎么办？你讲床具啊、铁啊淹湿了，顶多是不要嘞。床淹了，顶多也是不要买小床一点睡嘛。什么鬼？这个厨比床还便宜，你竟然不要床？哎呀，买小床一点睡不用紧的嘛，天天。
也不能怎样啦，这种属于天灾，有保险跟。不如干脆地震也来了，这样我就不用担心了。地震的话，这些会倒，我们就没有人去吹了。没有，要那种地震滴到地上裂，然后我跌下去那种啊，我就不用反应后，这样我就可以接受。这样你跌下去，我跟包包也没有跌，一起跌啊，一起跳啊。我来哟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拿宝宝这种小便的纸直接吸它了，因为哦，你看一吸直接空很多，直接空很多，可是很伤，很伤，很贵。OK， 给你们看一下这张纸拿出来过后，它的水进多快。What the fuck？ 快！这在流。肉眼可见的速度，呼水。Oh no！ Oh no！ 他们全部进来了。因为外面一辆车走过，他就直接蹦。搏斗的这种车。OK， 我是忘记了他到底下了多少个小时啊？听说是9个小时了。然后他现在是不减反增，他已经到了临界点，就是一旦有车他一冲过来的时候呢，他就会直接喷进来，喷进了过后呢，就会到中间，到中间了过后呢，加上后面的水，就整个是没有地方可以给你站住了。不是讲那个叫什么啊？雨是财咩？怎么我感觉有点奇怪的？2021真的是一个不好的年，为什么呢？他害到我家人没有了。是啊，然后2021要过完了，还又这样子对我们。是啊，我就想水不是财来的吗？这样这个是什么情况？可是我爸爸讲其他州啊，他们已经是水灾了，我们只是江吧。然后我们就在阿基阿州。OK， 所以我们今天是没有得睡觉了，因为现在已经是半夜接近一点了。我真的是很羡慕现在住这 condo 的人，哇，后面的大便水是已经走进来了，而且速度是非常的快，你们能看到吗？你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现在都是1、2、3、4、5、6岁，爸爸，你猜到了？哦，我猜到了。你怎么样？哦 no， 这个纸要倒反。啊？湿到完了，已经从外边流进来了，你。我不能了。哇，太快了！我的纸要钱了，已经严重了，已经淹进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空完这些厨，然后要把这个厨放高的地方，不然的话这个厨肯定会坏，肯定会坏的。Oh my god！ 你看那个水，可以看到那个水是流很快很快很快。天哪！哦，外面的东西哦，应该是衣服了哦，衣服抽完了，那边在翻底浪。没有事情吗？他治愈我们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厨妈咪把我们救上来了，他给我们那个椅子，然后可以放上来。哦，没有事耶，没有事，很好很好。我都还没有拍 room tour， 我的厨就要坏了。然后这边的妈咪的厨现在才救到，然后已经是碰供了。刚刚我走进去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它的水已经是很深了，我差一点滑下去，因为我们又有这些纸，它会很滑。你看到吗？旁边已经要满上来了。然后现在来救妈咪的厨啊，快点去搬厨。我来，这里。搬厨，救厨。躺住。这样子躺过去。我抬下面吗？直接拉上来。等等。等等。这个厨妈咪没有很喜欢，妈咪喜欢那个大哥，所以那个大哥一定要救。这个小哥妈咪讲算了，完蛋喽！我们抬床的时间是刚刚好，刚刚好，因为一抬完哦，不会有一点点，那是 OK 了。哇哦，我的房间第一次被游泳池哎，这个垃圾袋嘛是在飘着了，哪里还有地方放哦？现在是要救冰箱，我们很不好哦，最后一个才救冰箱。你给他躺那边。中墙，你看，
变色了哦，是大便吗？还是摸个小便的纸？小便的纸来的。我要玩你的哦。小便的纸来的，我懂。你还敢哭没有？我问你，如果他真的跳下去，你要怎么办？打死他！跳下去，我还要跟他冲凉啊！我们现在在救拖鞋。我到底剩一双？剩一双，应该是跳去外面了哦。离外面很够力耶，外面很少哦。外面比我房间还高。救鞋，救鞋！哎，要帮我们，因为那个水会进很快。哇哦，就是在我这边呢。有点高了哦。很高哦，你看到你的脚。等下先，这边的水都很肮脏了，不是吗？对啊。Oh my god， 我进去了，爸爸。很多脸啊，外面那个水肮脏，他们的水很肮脏。OK， 换人，看到吗？这就是一米八的好处，淹水了都不再怕了。哇，满满啊！哇，奇景！哇，安哥，你的鱼还好吗？我的纸已经湿了，不要哭了啦，都不能放你下来。那你今晚跟姐姐睡呀、啊？不要哭了啦，都不能下来，对不对？嗯，你就躺下面很好了咯。嗯，乖，谁？那谁？他们现在想法就要把这个地板搬上去，不然的话哦，放在这边，放在这个位置哦，倒下来也是完蛋了，整个不能用。你的碗也淹水了咯。哎呦哎呦，血！掉下去，我去，这个就是 store room 的样子，满到完了。哇，这是现在的马路，你看罗里都已经一半了，哇，那个感觉够可怜啊，我们的车。讲认真，其实我们现在这样子走出来是很危险，因为如果它打雷打到水上面的话，我们就GG了。所以你们应该是看不到我们的影片了。哇，我们的车已经淹到一半了哎，麻烦了啦，就是都不懂能不能捐保险贴，打压也是淹到一半了。这样如果我现在有一辆兰博啊、法拉利啊，不就全部GG都靠秒了？现在我们的想法就是，我觉得呢，它会一定会淹上来，所以哈、哦，就想要把这个厨先搬去楼上，看哪里有地方放，然后再把这个床全部东西也一起搬去楼上，然后我们也上去 ，OK， 我们也上去 ，OK，OK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大家一起帮忙的成果已经搬到七七八八了，是这个床还有这个狗，所以今天也没有吃到什么，可是我已经不饿了。再淹的话，我的床就完蛋了咯。看一下，还是在这个地方。可是那个雨没有停啊，爸爸。为什么那个雨没有停？为什么他这么伤心？为什么他哭这么久？没有玩了，快点！你要在这里淹水呀、啊！爸爸看。不然你要轮替我来人走，因为他前面是卡着的。你看跟我的对比，有什么感想吗？不要买这么大的帐篷，会后悔。买那种可以折叠的就好了。买双层也不错。现在是半夜三点，后面这样子，前面这样子，我的房间是已经清空了，我的被在这边。然后我的房间，我的窗已经搬上去了，可是好彩有搬，因为它其实有在搞。它有在越来越高，冰箱不知道还能不能救。整个客厅就是这样子，